干啥了你？我给小丸子做饭来。今儿给他蒸了鸡蛋呢？嗯，炖了鸡蛋。你能吃鸡蛋不？能。上次不是吃鸡蛋都撑住了？那是吃多了，而且鸡蛋清、鸡蛋黄一块儿在一起，光给他炖了鸡蛋清。不对，光炖了鸡蛋黄。在一起光给他炖了鸡蛋黄。你吃饭了没？没呢，我先给小丸子把饭做了。你加油饭没？加油菜没？有。我给你做饭吧。怎么了？有啥菜呀？现在有那个，看看你，有那个西红柿，哈，有鸡蛋，只有西红柿好像。有鸡蛋没？有鸡蛋。我给你，有些面条没？有。我给你下鸡蛋、西红柿、面条吧。走啊。这西红柿啊。嗯。洗一下。总共两个西红柿，一个都够了。这都坏了的。我一个人吃菜吃的少，然后我不敢买多，买多了还没吃的都坏了。看看小丸子点。小丸子黄瓜掉了。我都不会用这小刀。一般老家都是那种大刀哈、啊，嗯，搁网上买嘞，我。别不开。啥玩意儿？有那么大人呢？有那个小碗吧。这个小碗啊？嗯，这小碗嘞，这是我刚刚给小丸子炖鸡蛋，剩了一个鸡蛋清。中。刚打里边嘞。今儿我也没吃饭嘞。咱一块吃吧。走。有葱上了没加？没有。起锅烧油，下鸡蛋。我自己在这吃的凑合的。放少许盐。弄的还怪专业的，还少许盐。西红柿。看小丸子在这玩呢，小丸子，小丸子，是这样，这锅都不行，这个绿锅，跟你说的不能买这锅，不能买这锅，咋了那个锅？你看那锅烧干了，底下烧个下面条，水开了，下面条。下面来了吧，我也没吃嘞。走。这么多肉吗？走。多不多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不多。加油吧。
血控干，好了。好了，西红柿鸡蛋面已经弄好了，凉面条，走，吃饭去。看到的有石鱼啊。吃上鸡蛋。嗯，好吃。凉面条。过瘾不？嗯，真好吃，过瘾。搁这厨艺那不是一般的好。